大家都知道，昨天测试了粉丝心目中的武神，最终成绩第一名是毒王桑葚。万万没想到，评论区又有很多粉丝持不同意见。虎头菇算什么？龙舌兰永远的神。居然没有我，表情包大地。山竹呢？毒丸、虎头菇、卢里药师。大哥，毒神明明是毒液豌豆。看到了吧？100个人里有100种神，那么你心中的神植物是谁呢？可以评论区留言。本期就选择5位粉丝推荐的神植物，再来一场挑战赛。他们分别是武神、剑神、表情神、电神、药神。这次依旧叠加种植50株，求个长按点赞，我们开始比拼。虎头菇19.7秒，龙舌兰24.2秒。毒液豌豆22秒。药师19.4秒。山竹普通攻击打不到博士，算是自行离场。本次冠军是药师。